我叫艾琳娜，我是白俄罗斯人。我的爱好是音乐，韩语的歌曲不是我的母语，我可以动那个感觉。请欣赏歌曲《天籁之爱》。And now please enjoy the song An Incredible Love。我把欢乐散布，你说